网红是什么？英文缩写 KOL Key Opinion Leader 关键意见领袖。我不明白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意见来规划人生。网红像是没有工作却是工作的代名词，他们无聊嬉笑怒骂却非常有影响力。讽刺的是，我竟然来应征当网红助理。啊，比你的房间几 pinky？ 这里就是我的实博士。他到底有多少钱？有 diamond 哦，3万块。3万？网红不是这样当吗？玩玩啊，你以为？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很光鲜亮丽的外表，有时候找到机会之后，又容易被取代哦。做网红真的不简单，我们都是拿命来换的。写个这种东西，就算真的写得出，别人不认同，网民不认同，你还想问我怎么样？人见人爱的笑脸，大家都可以接受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喽。又有网红自杀了耶！啊，这个安哥不够老，那你休息，你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当助理，泡我们的料，你也想红是不是？